Sam， 现在台湾出生，可是我在国外长大。那他从小就对海有特别有一个情感，那很喜欢去海边，很喜欢去海边玩。海本身就有一个魔力，可是在冲浪，然后跟海洋在做这些互动，跟大自然在做互动的时候，就是学习到了一些东西，领悟到了一些东西啊，对我来说是很棒的，所以我希望可以把它分享给更多的人。15年前就开始想要把我们的品牌可以跟冲浪做一个结合，因为毕竟也是我自己喜欢的东西。那时候有一个想法，就是可以用品牌去传递冲浪的精神。我们在就是选了很多名字之后，我们选择了 VAST， 因为对我来说就是 VAST 这个品牌。我把我的生命跟我最想要做的事情灌注在里面，对，然后所以我想要做的事情很多，因为生命需要的东西很多，对。那我觉得就是在冲浪，我学习到这个就是，在每一个阶段其实都是在冲浪，因为我都是在为了这件事情做准备，就算它没有发生没关系，因为我还是准备了，因为我有一句我们常常在公司里面会鼓励自己的一句话，就是旅程才是终点。其实真的是因为好玩，就是有在做其他一些分享的时候，我通常在最后的时候我会讲说，就是the most important thing is to keep it fun， 因为只有好玩你才会一直想要做下去，它不好玩了，那它只是累而已。对，因为其实做这么多事情真的很累。希望可以，品牌可以去接触更多的人，因为对我来讲，就是只要我们可以让一个人在听到我们的故事跟我们想做的事情，即便他以后不买我们的东西，或者他也忘记我们的品牌，可是，我们种下一个好的种子，那这个好的种子也许有一天就会发芽。对，那就算我没有去完成我的使命，那也许有一天他完成那个使命，那这样子也是一种成功。